你最想啥呀？你最想的是，你最想的是闺女啊，还是想的你的金项链呢？什么都想。哎呦妈呀！平安的时候，最想的啊，还是平安啊，最想的还是平安。这个上一次那个危险严不严重啊？危不危险呢、啊？不危险。上次也不危险是吧？咱们应该是有脑袋。对呀、啊，有准备的。好啦，好啦，看看就行啦。高兴的，真要知道，老太太对你也不薄啊，不薄啊。你可以带上，没上几天，没上几天，不是送给我的。不想送给你，没什么不想送给我呀，为啥呀？为啥呀？说不出。你说我自己还没有臭美几天呢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女儿走了，你和我最亲了。哎，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个金大镯子送给我，我可高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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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辈子就这点家当。嗯，可操心的了。哎呦，这个家当可以值老点钱了，那一个镯子不简单了啊、哦！可操心他这点东西呢。再看看吧，是不是想把那个项链给我姐呀、啊？要不要啊？不要，也不给啊？不给。哎呦妈，他可能看俺们都戴着了项链。对，嗯，可能是。嗯。人说人家也有，我也有。哦，可能像现在有，可能是这意思，可能是这样的。嗯。踏实了没有啊？心里踏实了没有啊？踏实了，踏实了啊！嗯，好好的在这待着哦。每天好好的把病养好，快点养好。要不要？因为这个风景不行。不要了。不要就给他丢了，好吧？不要了，嗯。就不洗，你要他叫我就再给他洗，因为洗干净的刮风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啊，不要了，那我就扔在垃圾桶里去。嗯，明天最好是洗，得洗出来，洗出来干啥呀？洗出来还能用啊？还能用？还要想，还要想着。知道，知道。嗯，好，行，都穿新了，好吧？嗯嗯。穿新的也有，你穿着走着走着，人家就得一手给你提裤子还能走，嗯、哎呀，哈哈掉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上次带了很多衣服，还开了大车带来的。我姐啊，什么都不要我留在这里，说东西太多。哎，留在这里也不好搞。还有那个对呀、啊，那个小王不要让我留在这里，他那个柜子小嘛，是的，装不了几件东西。嗯。不过我最近又这次来了，又带来了。妈，等我吃完饭都包好了，我给你擦身好了。啊，我又带了两条裤子。啊，带了两条，这我就给他那个了。啊，就可以换了嘛。啊，丢啊，行。好了。好啦，这啥病都没啦。啥病都没了。又精神啦。有精神了。又精神了啊！看看吧，看看都有点啥。没事，没啥，看看少了没有？不会少的，不会少的，行。这是宝贝，这是宝贝，这还有吧？这还有，看看这里还有啥？拿住！哎呀，打开。别抠了，这是啥？别抠了，别抠了，戴上吧，把这大金戒指戴上。金戒指。戴上不？不戴。为啥不戴呀、啊？不戴。戴上吧。金戒指。啊，这个大金戒指只有你自己能戴，谁的手也没这么大个儿。来。戴上金戒指。嗯，你看看，哎呦妈呀，你看这还拿不下来了嘞，这还，你看这大手出的，你看我这手，你看我这手戴的，戴上啥了？这根本戴不住。
戴这个大拇指上都戴不住。好，你这你就给我戴上。戴不住，戴上。戴哪个手上？戴这。嗯，哥，你戴哪个手上？戴这个手上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可以啦。结不结实？结实了。结实啦，戴这个手上，来，我看看这个手。我不戴了。啊，不戴了哟？为啥不戴了？留着。啊？留着。还留啥呀？自己戴着，喜欢就自己戴着呗。啊？留着，不戴。项链戴不戴？项链戴不戴？不戴。项链也不戴。拉着，帮我拉着这边。好，把这个带镯子带上。大镯子，我等到拆封那天啊，我才再戴上。哎呦，行，现在都不戴，那就算了，那就放到这里吧。太多了，所以我有钱。有钱，你啥时候没钱过呀？哎，你啥时候都是有钱人呐，老太太呀。知道不？哎，我有钱。一般人能住在这儿吗？知不知道？没有医保的，没有钱的，都住不进来呀。他就请我才住这儿。对呀，他要留你，你才住这儿啊。他要不留你，麻溜就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小包包自己留着吧。不能，还是放到柜子里。保险放到柜子里啊？要不要我带回去啊？嗯，带回去。带回去啊、哦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袋子里。没事，有事就看一下啊。然后最后我老闺女走的时候，老闺女走的时候就给老闺女带回去。下次老闺女又来，又给你带来，是不是啊？哎。每天每次看一看，研究研究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谁要来看你，你就给他点儿。啊？不能吃，能吃。还不能随便给了，这回。哎。谁也不给了啊、哦？不给。对呀、啊，自己好好留着。我现在还准备买大金子呢。买大金子干啥呀？买多大的金子呀？买一个亿的。哎呀妈呀，一个亿的金子，厉害，牛牛。好了好了，没有漏去吧？没有漏去，再不能随便给人显摆了啊、哦、一看人来了就马上收起来。是不能随便看。对呀、啊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了啊、哦、收起来了。